我们现在来考验一下多多的脾气啊、哦。像以往呢，如果说是大大，我如果跟他说，多多，你来休息吗？多多，你休息。完全无动于衷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换另外一个方式了。好，来我们唱那个。如彼如谈，爱一秒人。哦，小蚂蚱也没笑呢啊。那好，吹气，最崩溃的吹气。完全无动于衷哦！你跟我们淡定一哥就是这样子哦，多多呢非常非常淡定哦。他只要平常不是玩球玩石头的局呢，他平常就是天塌下来都不干他的事啊、哦。这个是我们多多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啊、哦。那我们隔壁这一个就不一样了，隔壁这一个就不用哦。你看他已经在看我了，啊、哦，你好好的好好的休息好不好？啊、哦，你好好的休息。你休息哈哈哈，不要吵你，不要吵你好不好？哦，我 B box 姐，B box 不行 ，B box， 你真的生气哦？你真的搞我生气？咱两个感情上好呢，你竟然搞我生气？我 B box 袂使吗？好，对不起，好，不闹你哈，你乖乖的睡觉哈。啊，回来我们多多这一边，多多，你哥多好看点，你哥哥搞凶呢，啊？啊，我给你 B box 好不好？你看，完全无动于衷，完全无感的多多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？最后就来我们的老爷的身上了，我们退休老爷哟，这个白眼看起来相当厌世哦，叫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在笑笑吗？叫你在笑笑吗？退休就是舒服哈，哎呦，这笑容好疗愈啊，哎呦，马上白眼呢。